又到了大闸蟹的蟹季啦！如果想吃肥美爆高的大闸蟹，又想吃出色的大闸蟹菜式，一于试下西环这间中菜啦。位于西环的星汇馆，以精致的粤菜为主打，餐厅卖点是高斯引导，占地30,000尺，特别之处是不设大厅，换成10间独立的商房，不同的房间可以分别容纳6至60位客人，装修充满气派。今次的全新餐单以大闸蟹入阵，食客能够品尝到6道真味的蟹肉菜式，和咸亨特制的10年花雕王。大闸蟹就用了6两重的原隻江苏大闸蟹，除了可以揀清蒸，还可以揀盐焗。经过盐焗的大闸蟹，保持到蟹肉的鲜嫩，还散发出阵阵的油香，另有一番风味。其他大闸蟹菜式亦都高质精致，用了龙虾配搭新鲜蟹黄，口感爽弹，鲜上加鲜。蟹黄翅水准甚高，非常足料，甘香又美味。依家啱啱入秋，蟹肉多高又肥美，一于有多几个朋友去拆翻餐啦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